友们，关于这个盐的使用呢，咱们今天呢简单说一下。给鱼缸下盐呢，主要呢是消毒杀菌，平衡鱼的渗透压的功能。像咱们平时呢，如果说选择盐的时候呢，一定要选择无碘的海盐、水族专用盐。像咱们家里的食用盐，包括腌咸菜的粗盐，这些的话就不要用了。如果您的鱼呢是长途运输回来的，咱们一定要下1/1000到1/1500的海盐。因为由于这个鱼长途运输，所以说到家之后呢，咱们要平衡一下鱼的渗透压，让这个鱼呢慢慢的恢复状态。像咱们平时呢，如果说这鱼什么事儿没有的情况下状态良好，那咱们就不需要加盐了。如果您的鱼缸呢经常放盐的情况下呢，这个鱼呢会减弱自己调节渗透压的功能。所以说咱们平时呢对这个盐的使用呢一定要正确的使用。每日分享养鱼经验，感谢支持。